然后朱一新来了之后，我又跟他一起吃了红料理，没忌口，就是说又变得严重了，还是要忌口。哎，吃水果了，吃水果了，吃水果喽！谢谢 PEF 的，马上说了，坐过来点吗？嗯，我说什么隔离盒？没事，发现了是吧？什么东西？好好好，已经开始避嫌喽！太阳节结束就在避嫌喽。哎，笑什么？好好好，好好好，难过了。好好好，好好，哎呀，给你啊，给你查的。谢谢马卡龙，谢谢该盖的马卡龙，谢谢。知道，也不清楚会不会变成你说的这样。什么叫这么快就腻了？不是，只是在避嫌。现在是 4K 的马卡龙，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避嫌了，谁腻了？你什么啊？这么造谣啊？是不是怕自己声音太大了，到时候讲不听，听不清楚，对吧？我没有啊。我说我上声音大，没人觉得你声音大。好吧，只是单纯可能想说远一点吧。我嗓门太大了，到时候你的直播间都是我的声音，是吧？不会介意的。好的。啊！我这么大声的讲话，坐一起，就是坐一起的呀，就是坐在一起的呀，只是距离有点远罢了。啊，那得多近？对呀，两个一起不够，负距离。这边了，不了。裙子很漂亮，确实。因为我生性爱叹气，不可以吗？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他们说我叹气。那你为什么叹气？你猜。看你了不了解我。你猜你明天要早起。所以你在叹气，是吧？好吧，是是是，啊，是不是嘛？是是是是是，那是不是嘛？是啊，行吧，是，你说是就是吧。为什么说笨？那你猜是什么？刚刚谁说我笨？你猜是什么？我们真不知道。天哪，怎么造谣啊？为什么说他笨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笨？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坐得很近啊！你看，我们都是我们这膝盖都是对着膝盖的，是吧？还不近？那我才要坐在他腿上，是不是吗？才你这么近，这么雷人，真的是雷人。别雷人啊！今晚就把他踹下床。坏姑。他胆子一直都蛮大的。不过，确实，我只在小说里见过睡觉会滚下床的第一次。真的，真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睡觉会滚下床。假的，嗯，你小的时候没滚下床过？没有，不行。看我小时候都跟妈妈一起睡。细心而粗心着重。没有，就我爬上去之后就睡了，他也睡了。我怎么拉他？我睡着了，他我是睡着着他的，我怎么？他醒了一下就晚上睡回去了。我还能反应一下。细心汪汪睡，
澎澎金的液体。我有这个预知能力是吧？对啊，这个裙子的配饰别在她的衣服上，因为觉得需要一点点就是呼应的。确实还好吧，就只是谢谢正经黄瓜，真的就是翻了一下，就真的就转了两圈，我就下去了。谢谢正经，我没有嘿嘿，我真的没有笑。你真的笑了？我记得我不是嘿嘿，那是什么？我是哼唧了两下，不是你是呵呵，我当时睡了两下，可懵了，我当时睡可懵了，我说。怎么会动一声还嘿嘿两声，然后我又睡着了。我是哼唧了两下。这个床一米几啊？一米五。有一米五？对。你会吧？一米五的床都能睡。他没有挤我，是我自己下去的。谁这么坏，又在这里造谣我？我说一下，什么？还是很老实的。没有，他两边都是。谢谢阿轩的权杖。他没有靠墙。谢谢你的权杖，阿轩。你为什么不靠墙啊？因为靠，因为它这个是连在一起摆的，靠墙的话中间就会空一点出来。你为什么不这样放？那这样的话窗户后面那一块空着呀。好吗？对吧？说的有道理。好吧。房间还挺大的。真的很老实。我睡觉只动手不动身体。只动手和动嘴。对啊。嗯。我真没有。你怎么动手啦？你还忘记啦？你忘记啦，在匈牙利。除了那次。其他没有了。就那次我才知道原来我睡觉还会动手。确实，我以前都不知道，第一次。反思一下吧，你梦里梦到什么了？可是我没做梦。那都是你忘记。我真的没做梦。你不做梦，你到处乱摸。摸摸捏捏的。你别说的这么奇怪。没有没有。但是我真的没做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是真的没有做梦。多吃猕猴桃对身体好。你们不要想的太那个就好了。谢谢白扑扑的皇冠。没有啊，就是，这是你的皇冠，这样子啊。就是这样子，真的不知道，没有牵手，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做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抓了过去。